各位旅客你好，欢迎乘坐 Channel 一飞车，本飞车将带你到马六甲吉隆坡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，最终开启小铃铛，请不要快转跳段或是吐槽主持人。现在来到这间是 Sunway Velocity Mall。从摩里面走入华人街，现在进入南京街。要什么酱料自己配，这一餐火锅一共消费204.15马币。吃饱喝足就离开这个摩了。